大家好，大家好，大肥看唔系讲慢慢慢倾，系啦，咁啊，植入咗啊，系啦，冇错，诶，讲慢慢慢倾，我系俊仔，哇，到而家都仲未见到我哋，见到啦，我见唔到嘅，吓，大家好，讲慢慢慢倾。咁我哋唔係大肥看天下，唔係大肥看天下，咁正式開始啦。本身咧係星期四做嘅，啊咁咧，但係咧因為就本李浩東，係啦，咁點知點知啊拍 Q 拍 Q 咁，但係我哋一早咧，因為講咗尋晚咧，諗住講講去旅行啦，咁啊費事改啦，出咗預告，咁啊變咗今晚做咯。好唔开心啊！冇李浩东睇，系啊，因为咧好难得嘅有本漫画咧，即系可以睇得落去啊！咁诶，当然啦，又多两本新书啦，系咪真系新书咯？最紧要咁诶，唔系上官小威嗰本新书啊？唔系接咗啦，系嘛嗰本出奇啫，唉，咁下次佢咪新书咯？啊，真系冇得顶！咁诶，李小龙就。啊，咁原来重出嘅，唉，好失望咯。即系唔系新画，唔系新住，咁啊，但系咧，始终都好啦，起码有本《黄松风雷传》咯。嗱，我系真系劲噶，唔系讲笑噶啦。佢一话唔实，一话系文传出翻，我已经话好快脆，只要呢本收得，佢就会出多两本，跟住咧就延伸落去《龙虎门宇宙》嘅。我第一个讲嘅，佢书未出，我已经讲啦。即系你睇到佢双编剧嘅就话会出外传啊嘛，系啊，大肥呢镬真系未搏先知啊嘛，系啊，冇错，未搏先知啊，犀利啊！哦，咁样啊，李洪东咧就阿牛佬咧佢唔舒服，咁啊入咗医院啊，即系希望佢身体健康啦。不过我觉得好奇怪，嗰本书筹备咗两三个月，喂，一期嘅稿都冇传，即系令人匪夷所思咯。Hello， 系咪啊？即系啦，牛佬出唔到咯，即系令人匪夷所思咯，即系唔应该系咁咯，系咪啊？因为大佬大哥都知噶嘛，系咪啊？同阿张曼有讲噶嘛，如果你冇六期稿嘅，系啦，冇得做噶嘛。咁张曼有冇得捞就系咁解啫嘛。储唔到六期稿嘅，你同我执包袱走啦。系啦，冇错啦。喂，一期稿都冇啊，原来。应该唔会嘅，我估计咧，即系我自己即系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咧，佢可能系有啲内部嘢搞唔掂，或者可能啲助理走咗啊咁样，即系佢原本可能埋班，可能系有八至九个人，可能突然间讲唔掂数，得翻三至四个人，咁佢突然间 handle 唔到一本书，咁但系又啱啱创咗刊，咁就不能够话唔系噶，佢真系入医院嘅，佢自己写嘅。吓咁、啊，我哋唔使佢唔使啊，照直讲得噶，咁做出书。不过咧，李浩东咧系有追看性咯，咁啊好可惜啦。咁啊点知咧一开始就脱脚，仲脱得咁离谱吓。我谂住点喂你点都有有冇脱几日？脱一个礼拜，直头脱一个礼拜。唔知啊，因为佢而家都未出院啊。吓，所以咧唔多清楚，可能一两期啦。咁我哋都值得等嘅，因为好睇嘅书咧，即系起码你期待，有机会会跌书嘅。如果佢但系佢咁样咧，即系佢唔系连续咁出咧，佢第二期有机会咧，再下一个礼拜再出嘅时候咧，佢会可能少一两都唔会嘅，因为咧好现实噶，而家香港人。唔係現實嘅，咁喂真金白銀拎出嚟啊，大佬25蚊喎，係啊25蚊，係啊，大佬係咪先發達嘢喎？多謝打賞，多謝啊！我冇啊，係啊，冇啊，我冇啊，條大股話講嘢都信嘅，因為咧我估李浩東啦，佢應該都啲書數 OK 嘅。因为咧，你睇到嘅，因为我成日都会巡，即系咧，其实唔关我事，但系咧，系啦，李浩东开得几好，我系巡书噶，讲翻啲湿星嘢啦，好似咧，我永远都系嘅，星期四，龙虎门同埋543，我一定系喺71买嘅，吓，咁好可惜，咁啊星期四嗱嗱声买，跟住咧，出到报纸档，其实我系23蚊之余就蚀咗两包 Temple， 好惨啊，大佬，我买开嗰间系送 Temple 噶。我已经放弃咗543，系合理嘅。我睇完近期之后，信和未有实体店咯，就合理嘅。系啦，咁信和有二手书有实体店噶，系啊，有可以个补翻啊。我以前咧买旧书咧，去深
石硖尾白田村咧有一檔咧係專賣二手書嘅，日漫啊、港漫啊係好齊嘅，齊得好緊要嘅。但係我唔知執咗未啊，因為我好耐冇去啦。係啊，而家咪頭先講咗咯，咪信和咯，信和咪有二手書咯。是 啊， 啊，所以我哋咁样讲啦，同埋信和嗰啲系干净啲咯。咁我星期四买书，啊咁诶买咗书，咁点知咧见到个奇景，就竟然咧龙虎五四三咧仲未收书，即系上期啊上个礼拜四嗰本书仲有几本。咁好啦，买完之后啊，咁啊今日星期六啦，咁啊朝头早我朝早都喺嗰度买报纸啦，一买报纸，又唔好咁啦，啊，即系黄生仲踌躇满志噶，咁我哋再讲多少少啦。我依然啦，龙虎门卖晒啦，即系我楼下间七十一啦，但系五四三都仲有三本，咁其实我估都唔系输多输少咯，系阿黄玉郎先生真系输好多。其实咧，我可能要轉一轉嗰個方法去話俾人聽，或者係大家轉一轉個方法去話俾黃玉郎聽，你呢個故事唔得，你呢本書唔得，唔係話我買你本書，玉郎味，跟住去話俾你呢本書有啲咩唔好，要你去改。咁但係佢自己可能淨係睇佢嗰個銷量數字係 OK， 咁佢就繼續自我感覺良好咯。但係唔數字唔 OK 咯。咁可能咧，而家要大家要真實反映翻俾佢聽，你本書唔得，你個銷量數。唔係你太主觀，你太主觀喎！啲網友話你太主觀喎。嗱，其實我覺得咧，即係你都同我講過，即係做節目咧，咁係個人觀點，咁個人觀點其實就是主觀嘅。咁其實咧，睇一本漫畫咧，就更加係主觀嘅。因為我覺得好好睇啊嘛。睇完覺得好唔好睇？喂，我覺得呢頁畫得靚，我覺得哇呢頁畫得，喂你覺得同我覺得，咁我覺得我唔係係主觀嘅喎。所以嗰陣時未俾人哋吉咯。你有咩资格讲啊？我真金白银出嚟买书，我冇资格讲，你傻啊你！喂，严格嚟讲，黄玉郎见到我揸住本五四三，要同我讲声多谢啊！系、哎、啊，大佬，冇办开啊，大佬，咪唔得啊，佢唔够姜埋你，我喺度打佢，真系我 miss 书啊，老细，唔好讲啊！系啊，真系佢真系唔够打埋嚟，佢又影咗张，你睇下嗰个又睇得好入神，好紧张啊！哎呀，费事打扰佢，佢系咪扁晒嘴、黑晒面咋？你咋？其实佢知道嘅，可能咧，佢嗰次上次影嗰张相咧，就听到乜你老母，乜你老母，哎，都系影张相算啦，哎，自我感觉良好，唔好卖佢。因为冇人买书，老王咪知系咯，我唯有系用呢个方法话俾阿黄玉郎听，你本书唔掂咯。唔系啊，佢知道噶啦，今日今期书咧第六期咧已经反映咗噶啦。唔系、啊，但系佢个专栏仲系自嗨紧。咁你本书自嗨紧，你冇理由话自己唔得噶，大佬啊！系咪啊？啱嘅，冇一个男人会话自己唔得噶嘛。系啊，冇错啦，系咪啊？最快啊，大陆啊，嗰个高干啊，雷政府啊，同个情妇啊拍段片啊，自嗨啊，十二秒啊，最快纪录啦佢。佢都觉得自己得噶，哎，我好劲啊！十六秒啊，十二秒，十二秒，即系连埋摸裤嗰个嘅几秒。唔系，即系入，即系佢揽住佢，揽住个女仔，咁啊，十二秒完咗，摊喺度，系咪啊？好满足啊！卒之佢落咗马啦，系咪先？嗱，学我的方法啦，先睇五四三，再睇山海，系嘛？咁样咧就唔会有太大反差，系嘛？如果你一开始咧睇咗阿修罗，跟住睇五四三咧，你真系冇心机睇嘅。好似今期五四三咁样，其实咧我睇完咧系唔知道自己睇咗咩啊。今期系啊，我睇完我感觉系好空洞啊。都唔知冇進展過咯，同埋啲橋根本上係冇橋咯。咁白二人啦，正式講啦，好嘛？好啊，先講邊本先啊？嗱，三本，你話事啊？啊，就講五四三蚊，咪好快講完啦。嗱，除咗一個字，屌之外，真係其實唔係嘅。我嗱一開波又嚟一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周添啊！唔係係嘛？玉郎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周天，跟住咧又有五级咩啊入道啊出世啊，咁你有呢啲就唔使有九周天，同埋你唔会再你嚟到呢度，咁你唔会再出翻一周天去同人哋打交噶啦，吓吓都话一周天系入门啊，养生啊，咁你唔使话俾人听，你出一出手第
易筋经，你一行同佢打，易筋经分九层啊，就系咁啦。跟住你同嗰条茂利打，你一出第七周天个名，之前嗰啲唔使再讲噶啦。边个要一唔通你真系三十年后有人第一天又第一周天又再练起冇噶嘛？咁你话即系冇需要噶啦。是不是不停的玉郎味啊，没有玉郎味啊，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就味好的，你就不要洗澡咯。是啊，他一隻手自己索就得咯。是啊，是用什么郎味啫？你来到这里真的嗱，叙事方法又要再赞赞亚修罗了。冤王出即是四王啦行出来是吗？冤王他一行出来杀你好大是吗？上高三清太上老君在上高，跟住一幅大画望住佢，下低就同佢讲：你做乜咁好笑啫？你连师生你讲得你自己嘅即系道诶，即系咁道德咁公正，讲到喺道德高地嗰度。系啊，但系实际上我系你师生女，点解你赶我走啊？喂，头尾三格咋，就已经讲清咗个关系，同埋我同你，我系咁样喺个天宫走落嚟噶。系啊，你都唔使讲啦，人哋三格慢慢大大格话俾你听，咁啊完咗件事啦。你而家你写一期书都写唔到你想讲嘢。如果王力宏要交代呢一个父女关系咧，我谂可能要三期啊，系咪先？人哋三个三格咋？咩叫简而精啫？就系、是、你自己讲故事嘅能力好低咯。系嘛？就算你自己呢个易筋经。是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你已经分了层次了，是不是你又要武者又入道又出世又登峰，为什么你要将自己本身分好了的层次又再分一次呢？是啊，谁个记得你啫？你我听到很烦啊，怎么办啊？成日说哎呀他已经登峰初境，很烦啊，埋去打未打咯，因为黄玉郎要照顾大陆市场。因为他这本书不是只想着香港或者马来西亚或者台湾，他是大陆市场，他这个模式就是大陆那些武侠小说和言幻小说，个个都是这样的，他就将他套了进去，但是你会觉得你很烦，跟你本书一样，龙虎五世第四辑之三世仇，那你架床叠屋做什么呢？是不是你这么架床叠屋，跟着哦你呢两层天，你呢两大周天就等于咩啦？咁冇乜意思啦。其实真系冇意思啊！边个打都唔使啦。你同我讲，喂，我巡神咯，你登峰你行开啦，唔使打啦，打都唔需要打啦，系咪啊？梗系要买李浩东啦，系咪啊？所以你点系啊？一行到埋嚟一望你，哇，已经到入道噶咯，我唔够佢抽，咁打你做乜 Q 先？行出嚟就知道噶咯，原来系咪啊？同埋咧，有網友話完全消化唔到咧，係唔需要消化嘅，係冇嘢要俾你消化嘅，因為呢本書呢本第六期，對唔住真係，唉，我真係我誤導咗你哋，我叫你哋買係我唔啱。呢本書係完全冇進度嘅第六期，其實係可以轉跳。唔係咁得係啦，真係冇嘅。佢入邊嘅嘢你其實完全唔睇咧，跟住睇翻第七期咧，我諗應該都係銜接到嘅。因為睇第八期睇第九期都有，唔緊要嘅，因為最主要咧，即係所謂嘅玉郎味，你仲係五十年前，咪即係你阿媽嘅，唔係你阿婆嘅扎腳布又長又臭咯，啱唔啱啊？又長又臭咯，係嘛？其實咁簡單啫，嗱，即係我五四三就過嚟笑同鬧嘅啫，即係啲廿三蚊抵嘅啫，我都覺得抵嘅，即係我嚟鬧同笑。同埋另外一個好大嘅笑點咧，就係我同阿大肥咧都揾到嘅。咁啊，佢揾入個入靈入邊，未有好多嗰啲蛇蟲鼠蟻啊，嗰啲成嘅。係啊，係嘛？喂，現代科技嚟噶嘛？阿大肥話：你掟個燃燒彈落去，燒咁啲瘴氣咪得咯？係咪？乜都睇到曬啦，有咩蛇蟲鼠蟻係咪？係啊，喂，你話現代，喂六七十年代有啦。你話你嗰個曹叔係咪？摩金教衞仲講到咁勁咁勁。佢边一忽劲啊？夹起个啰柚都唔觉得佢劲啦！冇身手，冇头脑，冇知识，嚟到呢一度，净系揸住个罗庚啊！揸个罗庚，人哋啲罗庚都唔使咁大啦，罗庚唔使揸噶，你个手机咪有咯。好啦，系啊，唔使咁麻烦，系咪啊？数方位，系嘛？你又冇地图嘅？
即係你根本上由頭到尾就唔知道入去發生咩事，亦都冇嘅。同埋佢一個佢講咗個故仔俾你聽啊，每十年每六十年就會出現一次。咁前人揾唔到啫，咁佢都留低啲記錄，走得生嘅或者。你遇過到啊有咩人啦、啊，係咪啊？如果之前有人入過去而失敗咗嘅，咁啊真係嗰班咁嘅，即係嗰班咁嘅動物啦、啊、真係食人唔掠骨啦，係嘛？咁一啲記錄都冇嘅咩？係啊，所以我話啦，同埋你有軍隊噶嘛，你啲探測器啊冇噶。就咁行落去摸噶，使乜啦？而家行过啊，我哋啊商场啊都有支热能探测器，睇下你有冇发烧啦，顶你个肺！你入去有支热能探测器望住佢，咁里边有几多个红外线睇到晒啦？喂，睁眼大光灯，你点搞啊？你攞个雷达应该都 scan 到啦，系嘛？系啊，冇雷达啊，佢唔系隐形战机嚟噶，系啊，发个雷达佢应该睇到有啲一点点啦。同埋最重要嘅，乜都唔识，我哋呢啲啊你知啦，读得书少又冇学识。头发短又冇知识，喂一个燃烧弹，大家都明噶啦，入洞穴系咪啊？地盘佬啊，密闭空间症啊，考嗰个都知道要，系咯，真系，系咪啊？要通风系统，有冇氧气够唔够啊嘛？氧气樽先落去啦，系嘛，大老细，系咪冇氧气樽啊？你都要。点支火柴睇下点点得着，里面有冇氧气抌落去啦，或者抌支燃烧弹落去，或者诶闪光弹，射一声，乜都睇到咧。揸眼，但我觉得只怪兽啊，即系嗰只咁嘅大昆虫喺你面前啊，你都唔知道啊，你画乜嘢啊？你胡家宝、黄玉郎收档啦，真系唔系真系呢镬真系好少叫人收档。不过你咁样写，你仲喺度自吹自擂，真系顶你唔住。系嘛？即系佢话佢自己有几十年嘅北山功力啊，咁样汇聚咗落去啊。咁你连呢啲即系咁普通嘅即系我唔系话想挑骨头啊，即系呢啲好简单啲嗰啲叫资料搜集，好简单啊嘛。探测器科技嘢，你要掟埋落去，咁先叫现代书啊嘛，老细。系啊，唔好讲你武功先，你根本上你唔系换咗套衫噶嘛，2020年噶嘛，仆街。系啊，即系话你唔紧要，即系话。喂，红外线沼气啊，冇错啦，系啊，又沼气咪抌一支燃烧弹落去烧晒啲沼气啊嘛，落去，仲放只鸭落去行，唔系啊，你都未啊，我唔紧要，你入去你濑咗嘢啦，唔使你放只鹅啊，未放只鹅，你已经啲沼气已经系咪啊？因为永远都系噶啦，你密闭空间，你知唔知点解嗱？即系俾翻少少常识啦，啊，武则天嘅墓啊，已经揾到噶啦。但是到今时今日啊，文革嘅时候揾到，到今时今日都不能开啊，因为你一开嘅墓，空气嘅差异，即刻里边啊，里边嘅嘢即刻变晒黑色，有啲直头变咗灰噶，即刻化灰啊嘛，系啊，喂，呢啲咁简单嘅常识，你睇，你仲要睇《盗墓笔记》嗰啲咁嘅鬼吹灯呢啲咁嘅古仔，喂，你点写得出啊？呢啲我呢啲咁嘅人啊，都有呢个资料，就系因为咁样，所以武则天呢个墓。到今时今日，大陆都唔敢开，我都唔知道里边嗰个曹博士系咩博士啊！真系，系咪先？咁教位，哎，我都唔知摸啲咩出嚟。系啊，咁咪摸，唉，唔好讲呢啲啦，冇知识，由头到尾叫做华盖系嘛？华盖，原来你系唔知华盖，一早你揸住啲嘢，你唔研究咗嘅咩？入到去，哎呀，全教东野府，哎呀，我又哎呀，你真系聪明，聪明顶啊！咁你要你嚟做乜嘢啊？曹博士，你翻屋企啦，你东野府咪得咯？个入口又系东野府同你揾嘅，系咪啊？个门口又系东野府同你打开嘅，咁要你嚟做咩？啊，有咩嗰啲咁嘅蛇虫鼠蚁嘅，又系东野府搞掂嘅，咁你嚟做咩得噶？吓？你点样你点样出名？仲哎呀，睇下几劲啊！啊，凭两句经文就已经揾到出入口啦。咁啊，正式。宣布死亡啦！讲多少少啦，嗱，佢里边咧543咧少人睇系啱嘅，所以咧我哋而家讲都冇人睇，咁咧一又一讲543都冇听众，后面啲专栏咧点滴在心头，动漫大王之梦想上期讲你出动漫喺上高大陆。你而家其實阿黃生，你個心都唔死。你如果唔係嘅，你唔會有農夫543又長又沉。但係你出呢本書喺大陸啊，大陸網上啊有好多人有睇嘅，鬧到撲街嘅。喺大陸啊嘛。係啊，鬧到撲街啊！就係佢哋都忍唔住，點解可以有本咁沉嘅書？你點樣畫到？再加上
上高做动漫，你讲你嘅经验唔使讲啦。而最新啊，大陆啊，而家自己出嘅动漫啊，嗰啲啲儿童剧场啊，啲动漫啊，其中有两套啊，讲个女仔系金头发，男仔咧头发咧吓，即系唔同颜色，啡啡地噶。佢而家要求佢下架，佢话啦，你系中国人嚟噶，你点会金头发啊？你染头发唔得嘅咩？唔得咯，你咪中国人咯。你中国人画噶嘛？而家大陆可以唔系噶，维吾尔族都系有啲啡头发。所以而家咪要灭族咯。吓，要清洗啊？系啊，所以维吾尔要剃光头，将啲头发而家卖晒美国做假发咯。系嘛？最惨咧就系玉郎一周呢个咧，仲要喺度喺个专栏度自我感觉良好，仲要话自己画啲乜乜嘢乜乜嘢。唔系啊，佢解释个缺点。我点解推进得咁慢呢？因为咧我咧。这个架构好宏大，好大，净系咧介绍出场人物咧都有排讲，而里边咧都讲唔晒，所以咧系讲呢个叫做轩辕龙多啲啫，东野虎咧就而家咧先至真真正正咧开始讲佢，咁咩？宏大个架构你可以慢慢嚟，慢慢讲，你唔使一次过话晒俾人听，睇完之后冇心机睇啦。我都话啦，好似你嗰啲咁嘅所谓九大周天系嘛？你一出第六周天，你咪讲第六周天咯。有九大周天啊，咁你唔好讲啦。我一出就第六周天，跟住话顶峰九大周天一个名得噶啦。之前嗰啲唔使讲噶啦，出先啦，出嗰个人你咪讲嗰个人咯，系咪啊？再加上你而家直就系棘住咗啊，而家。啊！我俾我感觉你由头到尾仲系棘住咗，你寻宝寻个道心，你棘住咗，系仲未寻到啊！再加上胡家宝啦，仲喺度讲，哎呀，摩金教尉啊，曹操啊，嗰阵时顶唔住咧，就靠盗墓啊，系起源啊，封佢哋做摩金教尉呢啲咁嘅知识，我当然啦，喂，这个时代好多都知啦，但系唔紧要，有啲人唔知嘅。继续讲你嘅嘢 ，OK 嘅，但系你又跟住讲，诶、哎，你就知道道心有几有真实性，有你老豆咩真实性？你哋唔系活喺，即系你哋唔系呢个时代嘅人嚟噶，系咪啊？即系唔好讲现唔现代，咁你古代都唔会啦。古代啊，揸个火把落去都掟支火把落去烧咗佢啦，因为你系烧咗啲沼气先啦，你系完全冇噶，冇呢个认识，冇呢个知识。咁睇你本书，你点呢？你哋究竟系谂咩？我哋有安全格做地盘嘅都知道啦，密闭空间应该系点？咪咯，系嘛？咁样走入去成班走入去，你咪全部都死晒咯，唔使蛇虫鼠蚁啊！你全部都死晒啦。系啊，我当你冇蛇虫鼠蚁啊！你入到去，我当你冇沼气啊！你都冇空气啦。最紧要啦，我习惯咧，一入去最多骷髅骨噶啦嘛。野兽啊，蛇虫鼠蚁，如果唔系嗰啲，点样养到肥尸大只呢？系咪先？你入去呢啲位，全部都要孭樽落去啦，唔使讲噶啦，系咪啊？系啊，你如果有燃烧弹，咪舒服啲啦，都要画支火柴啦，大家都明白。所以咧，我冇白，即系咧，其实咧，我书我会继续买嘅，因为我系一个港漫好支持嘅人嚟嘅，即系本身书希望兴旺啲啦，但系真系唔得咯。我就讲啦，阿修罗三格就交代咗。太上老君同埋呢个冤王嘅背景，同埋佢哋嘅嘢，你甚至冇睇西游都好啦，冇睇西游，净系睇阿修罗，人哋三格已经话咗俾你听，佢哋两个系咩关系，同埋佢同佢吓系俾佢赶落嚟凡间嘅几句两句对白啫，呢啲咪讲故事咯，系咪呢边？所以咧，你掹唔翻噶。嗰本五四三當然啦，你話你有大陸市場諗住賣大陸，但係你賣大陸都唔得啊，因為真係因為大陸嘅讀者都係插緊啦，已經係咪啊？佢哋一樣有得選擇，何況我哋香港港漫到今時今日就得六本啫，未來有七本至八本啦，但係上高萬幾本啦、啊，你唔係睇港漫，人哋係咩都睇，佢哋望到你，你搞唔掂噶，啱唔啱啊？唉，有个咧话讲白仇，叫我哋讲白仇啦。密闭空间系啦，最后嗰个黄浩西，我睇唔到啊。啊，之前啦、啊、吓、出场啊，只飞艇而家西游变咗儿童城堡，
啊、道德天尊出嚟搞搞震，僭建黄风雷有几多期？黄风雷传咧啊，即系睇翻咧，头先冇睇，即系黄风雷传咧，佢哋咧就系话试水温，系一个短篇故事，我估十零期啦。我觉得唔会，如果一开波好卖嘅，就起码四五十期，好似黄风雷传一二咁样。其实唔关读唔读书少嘅，最紧要就系你本身你真系不停去睇咯。是咪啊？即系好，即系吸收养分啊！不停咁，你既然你系做创作嘅，你要不停啊！人嘅嘢系知识与你嘅智慧成正比噶嘛？系咪啊？你要出新书，你只系用翻你之前识嘅嘢，再谂一啲新嘅桥段出嚟，咁其实即系炒冷饭啫嘛？系咪先？仲要讲到话字系现代书，现代书你要睇翻啲现代嘢啊嘛？大佬，你好明顯，佢哋仲係喺自己嗰個年代嗰度啊！我覺得係咁咯，即係佢好似啊，即係譬如一啲比較上年代嗰啲人咧，係接受唔到嗰啲智能手機啊，或者係用唔掂智能手機啊嗰啲咧，我覺得佢哋就係呢一班人咯，即係佢，因為佢到咗某個年紀咧，佢已經係吸收唔到新嘅事物啦。因为咧嗱，讲翻白小白仇啦，白仇本身咧就系正派嘅，所以佢今日咧又系人格分裂，即系佢本身嘅人格咧系分裂咗。佢本身咧就系正派，但系因为咧俾一个叫做老祖宗嘅人咁啊碎佢，咁啊卒之咧佢就杀咗佢师傅，系咪啊？唔系，系西城望误导佢，叫佢杀金童嘅。吓咁啊，怼冧咗个师傅，咁咧自此之后咧，咁啊正邪难分，个精神分裂，所以咧有阵其实白寿个故事都好复杂嘅。系啦，咁啊有啲咧可以开一节讲嘅。系啊，系啊，如果两三句就应该讲唔到。但系咧，佢就真真正正咧，真系多谢佢，真系咧，其实系一个叫做咩叫做悲剧人物咯。系吓，佢系好惨嘅。哦，黄风雷讲咗啊，商周刊十二期都应该嘅，试下水温啦。咁五四三讲完啦，啊，唔好再讲啦。哎，老王真系呢都话啦，而家你睇呢啲书，我情愿睇即系有本咧冇制作、冇乜内容，系而家啱啱埋位嘅所谓嘅《火舞耀阳》啊，都好睇过你，因为佢唔系我啱啱睇完《少林奇兵》，《少林奇兵》都好睇过《龙虎五四三》，真嘅。是咪啊？所以我话啦，喂，你点搞啊？原因系林谷嘅死，都系啊，都李小龙咧，佢咧一至十四期啊，即系咧就盘古初开嘅李小龙，从来咧就再翻出一至十四期，可以咧网上订都得，一次过俾晒，即系俾晒你啦。咁你去书展去揾下啦，吓我都会买嚟睇嘅。咁但系咧，因为佢唔系新书。咁但系你睇以前啲公仔书咧，节奏好明快嘅，系咪啊？你睇下《龙虎门》，即系小流氓啦，当年九十九期已经打到罗刹教，香港打匀十八区啦，系咪啊？以前啊，黄玉郎自己都讲啦，喺啲专栏度，佢话啲编剧去桥要快啊，要到啊，一唔到咧，系咪啊？两三期一见到跌书咧，就即刻又换编剧又剩啊，又转桥啊，咁啊，佢自己都喺度讲噶。新著《龙虎门》有冇？其实《黄风雷传》咯，《黄风雷》有做御圣史咩？有，系睇外传，唔喺正传，系啦，要睇《黄风雷传》先。多谢多谢，多谢支持，多谢，多谢支持。咦，佢买咗一期喎，系啊，买咗我哋一期喎，又悭翻一期先。嗱，我咁样讲啦，人脑啊，记忆冇咁多，但系睇新书就领悟得多啲啦，《黄风雷传》。啊！真系万众期待，有好多人咧，因为黄风雷咧，佢已经脱离咗，即系黄风雷转啊。后屘暗黑七重天咧，有啲人接受唔到，同埋咧太过脱离现实咧，就好多人咧唔中意。对唔住啊，唔系冇乜人接受到啊，系冇人接受到，唔好意思啊。咁但系咧，如果佢冇咁天马行空咧，其实个古仔 O K 嘅。咁亦都点解会揾翻黄风雷转出嚟画咧？当然啦，因为系有。因为李宗兴最中意黄风雷啫，系啊，呢度咧我就想讲啦，你成日抽下黄风雷出嚟，点解唔抽下韦陀出嚟啫？系咪先？你哋中意黄风雷就系咁搞黄风雷，
系咪先？我中意韦陀嗰啲咁点先？韦陀 fans 点先？系咪先？唔系噶，好快有韦陀传嘅，因为咧佢因为好简单啫，卖得未多两本啦。不过头先我哋同个半行内人倾开啦，佢话冇办法再出书，因为冇人手啦。佢系冇人手，你可以有主笔，但系冇助理啊。有啲主笔已经稳落咗，咁啊收档诶，仲可以为你。喂，出多少少錢，佢啊依然仲喺度啦咁，但係冇助理啊！佢而家已經咧，如果再出多本《黃蜂》嚟轉咧，人手好緊張。咁我唔知係咪啦，我成日都話喂，咁你好多人畫咗幾十年做助理都好啦，都肯出翻嚟噶，係咪先？佢話唔係嘅，轉咗行有啲揸巴士嘅，喂，我等食長糧，我唔嚟啦。即係咧，香港已經係咁啊，好似電影啊，或者。作曲填詞啊，做製作嗰啲咧，其實咧香港真係好難做啊！即使有龍虎門咧，即係開頭開得咁靚啦，開始咧有第二本嘅延伸書啊，跟住有第三本啦，明係揾到錢都好啦，或者啊，即係叫做小陽春啦，但係咧製作人手係好緊張。可能小宇宙咧就係咁樣催逼出嚟咧，可能到時要開嘅時候就搞得點咧？可能。是啊，所以我话啦，唔知啊，但系咧系好事嚟嘅。咁你商周刊十二期有期待嘅，而佢讲到明，即系钟英伟讲得明，唔好喺呢个时代变咗可以天马行空讲佢穿越。嗱呢啲，但系如果你话讲佢穿越桥，十二期啊真系少啲。唔系咁，你会翻嚟啊嘛？即系起码咧，佢离开咗，唔影响你主线嘅古仔，亦都衔接到啊。以前衔接唔到噶嘛。是咪啊？即系外传写到天马行空，同呢个编剧都唔系同一个编剧，咪总之搞唔掂咯，变咗衔接唔到。譬如佢翻咗古代都，你唔好理佢定边度啦。咁啊，成日都抽佢哋嘅桥有样嘢好嘅，就系、是、自嘲。佢不停自嘲嘅，黄蜂雷梗系要坐战斗机噶啦。咁而家穿越嘅咪只机位人未亡咯，系咪啊？炒咗啦部机，即系佢哋咧系。是成日咧攞自己咧過去嘅失敗啊，即係暗黑七重天係嘛？暗黑冰火一拎個手出嚟唔得，點解唔得啊？自嘲咯，即係話過去我犯咗嘅錯，或者我過去跌輸嘅原因，我今日我做翻好佢咯。即係人哋咧係有反省嘅。係啦，佢肯面對自己。嘅好或者系唔好，佢唔同阿黄玉郎喺入边专栏入边，佢永远净系喺度自嗨咁样，即系冇人想听你自嗨咯。你明明做得咁差，你仲要话哎呀睇得啲人哋睇得好过瘾，冇人过瘾喎，系咪？咁佢话啦，佢十二期其实冇所谓啊，佢只要讲去第二度，跟住佢咁多角色，咪轮流出咯，系咪啊？黄小虎要复工啦，何况呢个古仔摆到明就黄小龙先就系重心啦。是咪啊？所以龙虎门太多人物啊，即系等于 Marvel 一样啊，全部可以做独立电影，跟住到最后尾汇翻喺埋一齐嘅。系你点做？因为解决咗，即系我一早讲咗，系解决咗个版权问题，呢个最重要嘅啫嘛。系咪啊？系啊，黄蜂雷型好多啊嘛，你睇下佢戴个太阳超，你知啦，你睇下佢即系劲好多。咁我哋你哋偏心啫，你哋偏心黄蜂雷啫。哦，其实唔系嘅，我冇所谓，我净系我冇偏唔偏心，或者中意边个角色，最紧要就系好唔好睇。如果你冇桥唔好睇，咁黄蜂雷已经话咗俾你听，我啊穿越翻去，最重要咧有两个主笔咯。阿袁家宝咧已经拍咗，即系我知道噶啦，拍咗。阿一峰佢哋咧喺大陆画咯，咁但系如果袁家宝肯出翻嚟嘅，即系话一峰大陆嗰个网上书咧话翻落嚟出实体都好啦，系唔得咯。如果得嘅唔翻转头，当然啦，袁家宝手嘢系 O K 嘅，再拍一个李仲豪咯，两个系啊，所以我话啦。上一集我哋都讲啦，即系我同你拍档做嗰集，我哋都讲，佢话咧有好多嘅漫画，尤其呢一辈嘅人比较后生啲，四廿零岁咧，佢哋仲有嘅创作力啊，同埋做主编咧，应该咁啊，仲争个咁啊，曹志豪佢而家自己有公司啦，就做插画，即系啲小说插画啊嗰啲啦。咁但系起码啦，即系仲有幾個啦，睇下水斌翻唔翻啦嚇，咁誒阿胡少權啊嘛，好似係啊，胡少權啦，夏威夷啦，夏威夷啊嘛，夏威夷啦嚇，多謝咁誒，希望即係會做得好咯，咁好快啦啊，書展就出咯，
即是他们一早想了的。是的，再在个书院再谷一谷，咁啊，可能会再有多。如果你话黄，喂黄风雷，你话卖到一万书，咁绝对有，咁佢就会有更加多嘅书。如果佢唔解决咗个嗰、那个叫做版权问题，$23，你一万书咪23,000咯，系咪23,000啊？23,000啊？23,000咯，咁你一个月咪100咯，100我当你实际$13啦，得$13系你嘅啫，够啦。是咪啊？啊，$13,000六条嘢，系嘛？即系够做啊！吓，仲有盈利，仲可以再继续咯。所以好重要。即系原来一本书，一本王牌嘅书，如果佢系吸引到人咧，慢慢咧啲人会凝聚翻嚟。好似我哋做节目都好啦，我见到好多都话：喂，为咗你哋，我特登买期试下。咁你睇咗真系好睇嘅，有啲人直接去追翻阿修罗。咁人哋就係俾咗呢個功課你咯，所以睇港漫咧係希望真係買嘅，但係《龍虎543》咧，即係自己揸主意啦嚇。不過我知道下低嗰啲咧就嚟聽我鬧佢嘅啫，其實就已經棄咗書噶啦，係嘛？可以同大家揮下手係咪？你哋真係嚟睇我點樣？好似冇乜人講石鐵嗱，石鐵咧，我覺得咧就喺成個龍虎入邊咧，佢係最慘嘅。系嘛？永远废功啊，废四肢啊，俾人吸功啊，俾人打，俾人打，永远系佢嘅。啊，你呢、這个世界系咁噶啦。啊，所有名人啊嘅年青嘅时候都系坎坷噶嘛。系咪啊？系咪啊？所以其实石铁你咪掉个日月神剑俾佢练下咯。其实我觉得 OK 噶。其实应该死咗佢啦。我讲真噶。石铁唔会死。因为中华七杰已经死剩两个了，所以他不会再死了、直头中华七杰要死了，因为点解王小英都死埋噶咯？啊，冇问题噶，因为不可以，即系你个故事咧，你太多呢啲二三线人物。唔系，王小英都不会死啦，佢已经系退咗去幕后，佢不会上前线打噶啦嘛，佢用个脑袋噶嘛，所以王小英系更加不会死嘅。吓、咁我都照买543嘅，不过咧买到咧真系到做节目先睇。唉，即系唔系系买嚟做节目，唔系喺节目其实冇嘢插系嘛？啊，就系、是、听大肥肥，即系王奖咧，王奖啦，即系有个我有阵时我提过两三次啦，王奖啦，王奖佢自己啊咁支持港漫嘅一个人，佢自己都话啦，543嗰个实在太过宏大啦，而。有一本书咧系好值嘅，呢$23。石铁冇俾人鸡奸。龙虎门，新龙虎门系咪好抵睇咧？因为咧佢里边嘅公仔咧，即系内页咧就睇2分钟，但系佢啲专栏睇翻半粒钟啊嘛，咪抵睇咧$23。你睇佢啲吸引噶，点样制作啊？点样做呢个故事架构啊？之前嘅嘢，甚至今集讲埋鬼故添，李宗庆。是嗎？可能有獨立股費嘅即係咧，好啊，袁家寶專訪啊，係喂觀後感啊，創作過程啊，啊點樣啊？其實實裏邊有乜嘢？喂，佢頭先都話咁多次，嗱龍睇半粒鐘啊，543咧係咪啊？又長又沉。好多字，但你冇心機睇咯，冇趣味啊嘛，好悶啊嘛。但係睇後面嘅專欄，我相信咧，佢呢本書$23裏邊咧，啊，淨係專欄啊，都值翻$10。佢呢、這個佢個袁家寶個專欄咧專訪咧，佢講翻佢之前天子六啊同埋天子七嗰個咧。因為我之前自己都有做節目講過，天子六係佢即係圓得好急啊，咁樣即係佢喺呢度都解釋咗，原來係有某高層嚇、要佢圓嘅。啊，佢話最起碼要寫多100期。咁你話啦，佢講翻有啲佢冇翻100期，佢係交代唔曬佢嗰啲支線啊，同埋佢嗰個宋帝昺咁勁點樣搞掂佢啊嘛，係嘛？咁啊，跟住講翻諗住離開㗎，咁啊又臨危受命又揾佢。其實咧，其實冇意思嘅。你無啦啦離頭叫人完咗個天子六，做個天子七，係咪先？人哋個心喺天子六嗰度，你係殺撚咗人哋，跟住你哋叫人哋開個天子七，人哋邊有心機同你做個天子七啦？好老實。我其實唔係離開啊，我半桶水啊。阿俊仔係一個港漫人，咁後生，我
我即系你以前好多嘅疑团咧，尤其关于玉皇朝咧，或者民传佢都讲嘅。你睇佢咧，你以前咧点解噶？点解你后屘会搞到咁噶？佢讲翻好多嘅古仔俾你听，系有趣味性嘅。佢唔系话哎呀平铺直叙啊咁，佢有啲趣味性啊、巧妙啊，甚至佢度巧咧。喂，你写到咁，喂唔好啦。甚至嗱，佢里面白兽落到海底。话唔好又打怪兽啦，因为辐射只八爪鱼咁又中咗啲咁嘅无名毒，跟住咧佢亦都讲埋俾你听，系关点同上期嘅呼应。上期就系话点解金钟罩能够解无名毒，系咪啊？今日佢就话俾你听，而家同万毒心经啊有得挥嘅嗰个系佛门之毒，即系无名毒，即系话。点解金罗汉佢哋要揾呢个金钟罩啊？十二关嘅人，而呢度亦都呼应咗呢个毒系关无名毒系关于佛门之事，即系由白兽佢即系条桥带翻嚟，由呢个台湾金罗汉呢条桥带翻嚟，即系话佢哋一做咧一谂咧，我相信啦，钟英伟同埋李钟英咧，佢一次个度咧度咗十几廿期嘅桥。然后大家讨论完之后写低咗，即系点样画，点样去，点样去，跟住交俾邝志德，由邝志德做主编。所以咧，佢长短线啦，佢哋咧系写得，即系写得到咯，吓呢个呢个好睇啦。好明显个结构咧，系同五四三咧，即系争几皮啊，系咪先？人哋个故事，喂，可能虽然喂你又围住道心，佢又围住无名毒。喂，但系人哋係有意識、有原因咁去打呢一場交，好似今日咁，今期咁樣，阿黃小龍就同阿黃富海打咗一場咁樣。喂，人哋都唔拖啊，都係打十頁八頁到，係咪先？跟住就完啦，跟住又講阿黃富海做到佢任務完成咗，跟住就撇。就是咁簡單，佢唔拖泥帶水，呢啲咪好睇咯。唔係，因為佢交代翻啲角色做緊啲咩，以前好多角色好似冇戲做走咗咁，突然間佢出翻嚟，少少嘅篇幅，即係話仲呢個人係有戲做，仲要喺度嘅。咁到最後尾係嘛？咁啊交代翻黃伏虎啦，同埋東方無敵啦兩個人啦。咁因為即係咧拜託翻佢黃小，即係黃小龍嘅嘢，佢翻到去冇同佢個仔，即係冇同阿同黃伏虎交代，黃小龍喺入邊發咗癲，系啦。咁但系咧，佢亦都講埋俾你聽，呢、這個就係將來，即系我仔有危險，你唔同我講，我對你咁忠心，即系咧黃伏虎啊，對你百年教主咁忠心，呢、這個你唔同我講，即系將個信任關係啊分開咗，即系話佢哋一定會分裂，由而家開始做幾十期後嘅伏筆啦。是不是几十期后的伏筆，即是说钟英伟和李钟卿他们一早就有个大架构，然后将支线一个个列了出来。很难得的，因为黄玉郎卿不掂数，他出这本书未得两三个礼拜。如果你得两三个礼拜做，而你将整个架构重新写过，重要咁急速喺五期书里面已经话可以制作到黄风雷转，即系话佢哋即系个决心啊好大啊！佢哋可能倾咗两三个月添咧，分分钟。系啊，佢净系黄龙虎门呢条桥啊，跟住如果系卖得嘅，佢应该讲应该已经倾好晒噶啦。如果个销量达到佢哋某一个数字，佢哋 OK 嘅，佢哋就会开外传，应该会系咁。唔系啊，书展今年一定开。系啊，系啊，讲咗啦，室内书展系冇限人数噶嘛。系啊，系啊，我都会行嘅，咁啊买翻啲啦。咁龙虎门好睇嘅，就其实最好睇嘅就系佢后面嘅创作咯，令你期待啦，包括黄风雷转咯。因为一早讲咗个架构，咁咧有啲人话：哎呀，我唔会买。其实咧，十二期啫嘛，咪买咗佢咯。系啊，好唔好睇十二期，支持佢。都是两百几蚊，三百蚊啦，唔到。咁你出三百蚊，你咪睇下啊，即系咧，邝志德啊，钟英伟同埋李钟卿
啊，甚至咧希望你淨係中英位啊，一個人條橋啊，都唔止值300蚊啦。係啊，仲有講真啊，等啲翻咗大陸咧，大陸大家都知道啦，我哋本土派咁啊，希望咧即係李仲豪啊啊，或者好似袁家寶咁，佢哋啊即係大陸揾食都好啦。如果香港有機會翻翻嚟香港，重新帶翻起港漫呢個潮流咯，雖然唔會好似以前咁下架700萬書，但係如果一本書賣到萬幾嘅，好開心咯。係啊，係啊。好，跟住我哋講亞修羅。講亞修羅啦。好冇。亞修羅就之前我哋做咗一輯噶啦，特登講十嘅講佢啦。佢好睇在咧，今日15集。佢咧就定咗26集，幾多錢都唔會再畫落去噶啦。但係咧，而家15集都仲有新人物出，究竟26集，我相信到佢完嗰陣時咧，落後咧係大量嘅伏筆咧係未解決到嘅。佢會再出另外一本咯，我就咁睇，即係可能唔係用亞修羅個朵咯，係嘛？同埋咧，我覺得呢期嘅書名咧改錯咗嘅。佢話係你竟然殺咗佢係唔啱嘅，應該係你竟然殺咗我個契家佬，咁啊先係啱嘅。係啊，即係咧變咗咧可以啦，唔好話啦嚇。你竟然殺咗我條仔，係嘛？即係佢契家佬。係啊，你竟然殺咗我條仔。呢個婆子係婆子，婆子係中意男人噶嘛？係啦，自己切咗自己條 J 噶嘛。係嘛？但係嗱，我本身咧就係極之對嘻嘻咧好反感嘅。但係我睇到佢哋咧，佢哋嘅對話邊咧係有嗰個兄弟情義喺入邊咯，唔係有好重嘅嘻嘻味喺入邊咯，所以我又好受咯。哇！你會唔會係兇我嘅金鐘罩十二關？你話咧？有機會，肯定係啦。咁咪好簡單就可以完咗條橋咯，係咪啊？佢哋揾嗰個金鐘救地球嗰條友，佢話一定係有十二關嘅力量先可以驅無名毒，好簡單啫嘛！你轟我出嚟搞掂曬。唔係佢將佢而家咧，佢全部咧，而家仲要隔離14日，但係下個禮拜會出健康碼嘅，咁可以嚟嘅，有個健康碼，咁可以喺澳門過嚟嘅。唔会过26集，系啊，冇错。唔系佢讲，唔系佢讲明讲26集。嗱，亚修罗咧，再讲翻之前嘅古仔啦。亚修罗咧就系腾讯咧啊，就想啊，即系因为西行记即系西游咧嘅动漫同埋电影大卖，搵到钱，佢就要求阿和仔，即系咧阿和仔大人咧，就求其喺西行记嗰度咧，是但执一个啊角色出嚟，任你写。咁啊，講明寫26期，啱啱半年。咁當時咧，因為咧，三國咧收視唔得啊，即係比較平凡啲。咁啊，和仔大人都係據資料咋，佢就話好，咁我就畫26期。咁呢26期咧，就騰訊咧就已經包資包結，俾曬錢你，即係包咗你。製作費啊，剩啊，係啦，你就執硬嘅，你執硬噶啦。咁點知咧？因為佢呢啲書咧，即係啲港漫咧，佢大陸咧都一樣睇到嘅。即係人哋睇，即係覺得佢反應好，睇咗5、6期到啦，就要求阿和仔加碼，就寫到52期，即係一年。咁咧亦都講明製作費，我俾埋你，俾埋製作費你，即係你賺硬嘅，執硬啦，人哋出曬錢，你賣幾多？出幾多書？你全部都係自己代嘅。係啊，咁如果係咁嘅話，佢執硬，但係和仔就拒絕咗。即係見到錢唔開眼，而佢話想寫翻本咧，即係現代書咯，講翻而家呢個年代嘅書咯。咁期待啦，即係時裝書係咪啊？好過543啦，又要解極佢先，係咪啊？其實你知寫緊啲咩？你係寫緊啲根本上都唔係呢個世界嘅，根本上係文字未開。佢係寫緊另外一個地球發生嘅事咯，係啦，平行時空，完全唔關呢個事嘅，係咪啊？系啊，亚修罗四条战线都咁期待嘅吓，咁佢话啦，十都都已经咁啦，你要讲乜嘢？呢个就好啫。系啊，咁我话啦，即系咧佢交代呢四王啦，咁啊，因为呢度啲角色咧冇人要死嘅，因为要衔接翻西游，即系话有神将咯、啊。
啊、除咗神，神将可以死，除咗神将就唔死得，三眼唔死得啦，杀心官音唔死得啦，系咪啊？咁诶，四王唔死啦，四王唔死得啦，咪冇下期做啦嘛，系咪啊？咁诶，太上老君啊，道德天尊啊，甚至嗰、那个天帝啊，啊，全部都唔死得。但系佢点样可以画埋剩翻嗰十一集咧？佢应该要交代埋佢把剑流落咗喺帝都，同埋点样暗云会入侵大色天咯？系啊，十期入边其实好急噶。系啊，即系咧，系啦、啊，点样暗云点样入侵帝色天咧？因为佢做咗个伏线就系帝色天惊。帝色天打完呢一仗之后，就成个人变晒啊嘛，俾暗云支配咗。系啊，即系衔接翻西游啊，个暗云就嚟要出嚟噶啦。如果唔系唔知点搞。所以啊，呢个三清啊，咁啊，呢个太上老君会出嚟咯。即系个你条桥，而家你望到，你都估到佢讲咩嘅。但系你都系好想去睇，系好想去睇。究竟阿和仔你画紧啲乜嘢咧？咁咧，再重申啦，本身咧就即系咧，曾经咧就有人邀请我哋咧，因为有啲人又私问我啦，咁咧就访问阿和仔大人嘅，后屘唔得闲，咁啊取消咗。咁而家咧，因为咧我有政治向啦，大家都知啦，大飞看天下，咁好多时候讲好多政治嘢，咁而家港版国安法嚟，咁啊冇必要咧，即使你叫我去咧，我都唔想令到嗰啲人有担心。吓，包括咧有个网友咧同我讲话咧，可以咧叫我揾阿一峰。或者咧，幫我穿去揾阿邱福龍去做一個訪問，去柴灣啊咁傾，咁我都講冇乜必要。你話如果真係咧冇鏡頭冇成，即係飲茶食飯，飲茶食飯，然後有啲問題我問咗你，跟住我當做節目嘅資料，跟住我哋做節目講 OK。但係如果當一個訪問形式咧，我覺得我唔想影響到人。係啊。卖唔到尾要焗住添食多几期，冇噶啦，应该就掹水啲啦。以郑建和嗰个能力嚟计，就好少会卖唔到尾嘅。即系你睇下佢《三国二志》，佢话嗰期完就嗰期完噶。系啊，佢个讲古仔嘅能力，佢好少失手嘅。我都话啦，如果俾《龙虎五四三》讲三期嘅嘢，佢三格漫画就讲咗啦。系冇错，系咪啊？几句对白可以交代咗噶啦。咁你咪知道佢讲古仔嘅能，即系而家啦，即系现存啦，吓讲古仔嘅能力啊，佢系排名第一噶。系冇错，佢好过新柱添，新新龙添，好过。系啊，真系嘅，佢系排名第一噶啦，即系咧唔会有。因为新新龙有时都支线太多啊，同埋即系有啲位咧，即系你唔好话我哋成日赞新新龙啦。新新龙今日有一段咧，我系觉得唔 OK 嘅，就系咧。东方无敌佢自己拍个七阳针落去个深谷度衰咗翻嚟嘅时候，原来黄伏虎喺出边接应紧佢嘅。点解唔系黄伏虎啊？我又唔明啦。黄伏虎有八阳噶嘛？系咪十拿九稳唔识咁拣嚟？喂，就算唔系啊，我都唔使我自己塔 Q 先啦。唔系啊，咁黄伏虎塔 Q 啊？唔系咁系啫，咁大佬，咁我一定要带翻你呢个东方无敌噶嘛？咪点样做落去咧？系咪你门？唉，我。你七阳就出嚟献丑献世啊嘛，系嘛？你问下嚟嘅东方无敌都喺度噶，唔系东方无敌，点解你出嚟啊？阿俊仔话你献丑、啊，有冇搞错献世、啊？点解你唔揾黄伏虎出嚟啊？真系啊！唔系你派黄伏虎出嚟咪得咯？系啊，东方无敌，喂，你而家喺现场噶，你解释下，你解释下，断估黄小龙都唔会揼佢系嘛？冇错啦，喂，解释下，黄伏虎冻咗喺度，你仲敢见龙在田？唔会啩，大佬，啱啱先？和仔啲书系唔需要旁白噶，因为一个识讲古仔嘅人，佢做乜要讲旁白俾你听啫？你睇个画面你知噶啦嘛。咩叫讲慢先？系啊，唔系讲小说、啊。系啊，漫画嚟噶嘛。漫画嚟咁样，应该睇图画你就明佢意思，呢先叫讲慢啦。咁啊，即系咁你讲嘢，咁你又讲我又讲，我哋香港人最叻讲嘢噶，不过而家。啊，冇唔使冇得讲啦，而家唔俾讲啦，即系文字狱啦。但系就系讲嘢咯，系咪啊？我同你交流讲嘢，多谢。老细要威，就系老细威唔到啊嘛，系咪先？七阳大佬而家个个都顶风咯，哇！多谢多谢多谢，
覺得羅後在西洋寫得很差，嗯嗯、被人氹兩氹。其實冇啊，因為本身你睇翻亞修羅你就明㗎啦，羅後。即係氹兩氹就懟冧咗身。亞修羅本身就係因為佢哋呢班人同天宮呢班所謂嘅神唔啱，俾佢哋趕落嚟，佢哋係世仇嚟嘅。佢哋一出世就係無非佢哋嘅信念就係我要鬥鬥爭，我想辦法要打翻上天庭，唔係人哋講幾句氹佢，而係佢哋始終都要。即係好似印度同中國啊，或者台灣啊啊同中國啊，或者中國同美國，大家都講啦，必有一戰，佢哋一定要上去懟冧你嚇。所以或者我回一回呢一個啦，俾人氹兩氹，佢其實係一路想打天宮嘅，係佛祖咧就勸啊羅喉唔好，卒之撳唔到再打嘅。其實咧佢。我睇佢嗰個套路咧，應該係有排打二三廿期啊咁樣嘅，但係佢係突然間想收線咧，佢係用咗呢一個用羅喉殺三王呢一個方法咧，係極速收咗線嘅。如果你真係認真去處理嘅話咧，應該要講二三十期嘅。但可能阿和仔可能想完啊，所以佢就好快咁樣收一條線。嗱，頭先我哋講嗰啲對白啦，係咪啊？即係大家都明啦。啊，而家咧就唔使中英偉啊。李宗興出嚟解釋噶啦，點解唔揾黃伏虎，同埋咧要用東方無敵嚟咧？咁啊，東方無敵咧喺漫畫走出嚟，特登喺我哋而家嘅嚇留言區嗰度話俾你聽，我唔出嚟邊有得復工啫？係咪啊？嗱幾好啊！真係咧嗱，漫畫人物都走嚟聽啊，聽到未啊？我證明我哋勁啊！啊，東方無敵係咪先？唔係喎，東方無敵，你派黃伏虎去。咁黃伏虎、黃小龍見到黃伏虎，斷估都唔會打阿老豆啩，係咪先？咁咪乜都搞掂曬咯。其實咧冇誇唔誇張啊，睇呢啲有乜誇唔誇張啫？你當睇 Marvel 咪得咯，現代書你咪 Marvel 咯，係咪啊？唔係啊，唔誇張啊，佢吸唔到嘅喎。係啊，佢都話冇吸唔到啊，漏電。佢話啲烏雲唔夠勁，吸唔到喎。係啊。嗱啲吸咗個發電廠嘅，係啊，咁啊，即係咧，李宗興咧，佢哋不停咁咧喺度自嘲緊啊，佢就唔想咁勁咯，想平，即係降一歸咯，即係唔好似以前咁咧，即係黃玉郎佢都講啦，係咪先啊？想埋身打，一開始打到天昏地暗，咁以後仲點樣畫咧？冇進步空間啊嘛，咁但係而家佢哋再畫嘅時候，佢未做翻出嚟咯，而。龙虎门最叻噶啦，摆到明李宗兴同李宗伟就系唔妥黄玉郎噶啦，唔系做乜煮酒论英雄啊，蚩尤啫。去到最尾嗰一页，唉，真系笑话中嘅笑话啦，系咪先？系咪先啊？喂，用酒煮白兰地，哇，喺饮热白兰地超快上头啊，老细，你真系搞呢啲。人哋啊嗱，摆个面两个笑口噬噬见你嚟饮酒，最重要就系佢后面有。是有啲建築物噶，即係話佢哋係拎得嚟噶，唔係憑空出嚟。啊，埋位啊，呢煲係狗，唔係肉骨茶，啊肉骨茶，乜都得，係咪啊？嚟食啲嘢先啦。佢冇啊，但係呢一格擺到明咧，即係一啲有野心嘅編劇扭橋咧，佢擺明係串黃玉郎噶啦。嗱、啊，我都話啦，中英偉啊，講明畫嗰個叫咩啊？王朝君臨，即係唔再寫神兵。点知咧就氹佢翻去写王朝君临，王朝君临咁啊，到最后尾写下就变翻神兵，之后就冇再合作啦。而李宗兴大家都明噶啦，所以佢唔用翻，咁啊永远就系胡家宝，咁唔够，即系唔够就系唔够咯，系咪？唔够胆讲唔够料，唔够就唔够咯。胡家宝唯一嘅就系属龙虎门，即系佢啲巧得翻，但系龙虎五四三就另外一件事嚟啦。啊、所以點解睇《龍虎門》好睇？佢每一條橋，佢只講翻俾你聽，同埋你自己翻來覆去，你有陣時睇你唔明，你睇多次可以睇多次嘅本書，咁咪令到呢本書嗰個價值係提升咗咯。誒，多謝多謝，誒，多謝課金，多謝多謝。希望大家真係 like 追蹤 share 訂閱課金睇廣告，因為咧我哋又諗住咧要買書咧，我哋做節目，唔係呢啲係有啲剩嘅。星期一都做講漫嘅，咁阿俊仔咧就做直播咧，九點鐘至十點咧就拍阿三哥咧就講誒佢哋好中意嘅海虎，武神武神武神。阿三哥話想講白武男。
系啦，百武男咁啊，佢哋咧就星期一咧会做，我听日我听日会出预告噶啦，咁样希望大家支持啦。咁亚修罗咧系期待嘅，咁有啲人啊，如果未买嘅咧，去买旧书都唔贵，$10，咪买翻之前嘅14期咯，当支持。地中海有孭住个袋，即系咩啊？我唔明哦。有预计预住个袋，唔明。有在讨论区跟我们解话，说地中海是上一期，地中海有孭住个袋。火舞耀阳可以的，因为我是 fans 来的，直到现在这么烂、啊。是不是火舞耀阳的桥是不嬲都 OK 的，就只不过是个五官不得啫。之前都得的。那呢我告诉你听啊。如果你话画翻旧史，即系将褪翻啲，你睇黑骨堂咪好睇咯。白发鬼、黑骨堂扎秋哥呢啲经典人物，你唔好话俾你听，你古惑仔，古惑仔唔紧凑啊。但系咧，阿瑞新啲桥咧好紧凑啊。当然而家就流啲啦，即系流到即系咧唔知谂乜嘢啦。但系真真正正火舞真系可以压缩到好劲啊！火舞近期就我谂阿邱瑞新系爱上咗阿任达华咯，佢不断咁画任达华喺个老佛爷嗰度啦，不断咁 key 上去咯。以前冇咁夸张嘅，可能一期就一个大格，净系俾个真人某一个样咁样。譬如以前白发鬼就俾一格郑伊健嗰个人样。一格半格嘅啫，但系佢而家唔系咯，佢不断咁 key 落去咯。系啊，咁佢应该真系好中意任达华。其实阿瑞新啲嘢，你睇下，你睇下佢出啦，火红有火红年代黑骨堂啦，系咪啊？由呢个咩啊？由火舞耀阳就衍生多本耀武扬威，将佢两兄弟拆开咗，系咪啊？跟好睇嘅，即系咧佢哋。可分可合啊，跟住咧就追翻黑骨堂之前嘅，跟住仲有个红棍王定乜嘢，又系嗰个年代嘅，吓又跳咗出嚟，成日大即系红棍王系火舞耀阳之前嘅，我记得好似红太阳做主角噶嘛，吓咁佢亦都系做咗个时代出嚟嘅，咁啊当然啦，古惑仔冇得行，咁佢既然都冇得行啊，佢咪跳翻去80年代讲最劲嘅时候白发鬼咯，后生嘅时候咯，即系讲个黑骨堂劲咯。系嘛，讲埋白发鬼个大佬叶知秋只秋王系嘛，仲劲。哇，你有飞啊出声啊嘛，你要同我讲，等我都去捧下场啊嘛。咩有飞啊？即系嗰个肥良嗰套新啊，冇嘢差，最新出啊，啱啱做完首映噶嘛，我见到嗰张相啊，袁家宝都喺度噶，阿邝生啊，邝志德都喺度噶。系咩？系啊，我。哎呀，你讲早啲讲啊嘛，我都想睇、啊。唔系就做啦，好似七号做。系咩？系咩？系咩？人哋俾飞，有火搞笑得204人，唔系可能今日星期六，星期六就应该有比较多直播啊，比较多节目嘅应该，所以就应该系、啊。我谂住啦，即系星期六做翻啦，星期四系嘛？啊，星期四做翻啦吓，咁啊做翻星期四啦，因为咧其实我想等李浩东咋，如果唔系我星期四做啦吓、啊，我都唔想一个礼拜见足个7日啦。不是啊，冇人炸型啊，冇人话唔想见到你啊。啊，烂仔加油！系啊，耀武扬威啊，烂仔陪。唉，你真系咧，所有记忆真系翻晒嚟，真系吓。烂仔陪佢太劲啦，一定要收埋佢啊！佢已经个漫画入边佢嗰个表达咧，已经系超过咗阿耀扬噶啦。佢唔能够再搬佢出嚟，因为佢。佢係佔佢喺澳門佔咗最大份嗰個賭份嗰、那個持份咯。唔係啊，佢其實好多 QO 嘅，譬如好似即係賭王啦、啊、鬼王新啦、啊，即係賭王新啦、啊，佢好多嘅。即係嗰陣時咧，即係瑞新咧係全盛時期咯。李浩東咧冇唔會接嘅，我估啦，即係咧阿牛佬咧，佢已經諗咗10期嘅橋噶啦。佢唔係寫到嗰度諗到嗰度嘅，而個開頭開得好，雖然脱腳咁，佢有病啦，唔使呃你啦，呃你做咩啫？嚇咁睇下佢好翻點咯，即係身體健康啦，最緊要係咪先？喂，病到入醫院脱期，
啊，今个月再好翻再出嘅时候，啊，都应该啊。啊！支持一下啦，即係咁辛苦。哦、有曼聯直播，哦，可能有英超啊，所以我哋咁少人睇啊，啲人睇英超，咁合理啊！我哋輸俾英超，咁係啊，非戰之罪啊，係啊，冇錯。喂，但喂，千祈唔好講嗌曼聯萬歲喎、啊，啊，而家唔得喎，利物浦萬歲啊，已經違反國安法喎、啊，曼聯都可能係喎、啊，啊，大家小心啲喎、啊。唔得噶，係啊，淨係可以支持中國共產黨啊嘛，而家。中超，哎、中超得啦，系、哎、中超，中超万岁！但系中超冇直播喎、啊，中超冇得睇喎、啊。系啊，唔知啊，即系我唔睇波吓，咁、啊、啦，都要买嘢嘅，99蚊一樽苹果果胶，咁咧就对肠胃啊，三樽包邮，咁啊100克嘅，咁啊食咗咧对心脑血管、血糖同埋咧肠胃好好嘅，咁咧呢啲越南嘅口罩。咁啊 level one 嘅，咁咧就99蚊一盒，三盒包邮，仲送多支咧美国70% 嘅洁手液。而呢啲咧系一帮个护士姐姐嘅啫，因为咧佢咧入多咗，咁咧但系而家嘅疫情咧就开始降低，咁咧可以睇下嘅，因为咧有晒所有嘅证书嘅。当然依然继续我哋有嘅就系水晶链，有金同冇金啊。各色其色啦，你可以聯絡我哋嘅，甚至啲今年啦。港漫咧，我想咧下個禮拜四咧正常啦，就係、是、呢個鐘數做啦。咁咧，我想講山海啦嚇，同埋呢個火舞啦，咁啊搭住本龍虎門啦嚇，咁再搭埋本唔係再拆埋本龍虎543係啦，應該今次嘅預測都好準確噶啦。喂，好難噶咯嗱，我上次就。乜你老母啊四个字，今次已经缩到屌咁嘅咯，仲下次点啊？下次仲讲乜嘢？543你教我，继续插咯，继续睇，继续插，继续插，继续睇，真系即系同以前啲无线电视剧咁啦，系咪啊？一路闹一路睇，一路睇一路闹。系啦，冇错啦。同阿老王讲声啦，真系有阵时咧学下文传，你玉皇朝咧，你揸住嘅 IP。即係你揸住嘅版權咧，係比文傳多啊！不如你學人哋判咗出去收版權費咪得咯？543咪龍虎五世，你咪判咗俾人，喂你總唔知一年啦，俾翻30皮咁，我30皮啦。哦，天子傳奇啊，重新畫起再啟動，30皮。唔使啊，我突然間諗到啊，你天子傳奇嘅，你咪出個天魔傳咯，天妖傳咯，喂得啊，係咪先？跟住再唔係啦，義勇門咁咪義勇門咯，係咪先？好多噶，三國驕雄係嘛？三國驕王咁咪？三国骄王又再判罪咯，系咪啊？当时曾经辉煌过好多嘅，坐喺度一年啦，你咁肯判出去收平少少，有啲啊喺度刀仔锯大树搏下嘅啊，啲漫画人可能你唔投资而你卖啊，所谓嘅版权更加多人入翻行。令到港漫甚至做潮華版又好，或者做精裝本又好，或者做嗰啲厚裝書都好啦，你會多咗好多好多嘅收入，而漫畫行業亦都因為你唔喺度，可能更加好咧。老王仲有咩角色喺手？好多、哦。喂，你就算好似咁，咪出翻小魔神都得噶，係咪先？你重出小，你小魔神永遠都係。出個名字，跟住揾另外一個畫手同你畫噶嘛，好似一幅龍咁畫小魔神，哇，好啦，好睇喎。唔係龍神佢好似買咗噶嘛，為咗阿邊個買咗、啊、買咗個版權噶嘛。但係唔知點解腰斬咗咯。係啊，咁佢好多書都可以，即係個唔係啊，龍神可以作續畫噶。係啊，係咪啊？跟住南宮問天咪又獨立咗佢咯。南宮問天外傳，跟住嗱，我講明出100期，嗱你1000咪簽100期，我收咗你一次過收咗你100期錢，或者硬啦，你得唔得關我咩事啫？是不是啊？不多。喂，天子和神兵不是賣斷給大陸嗎？應該不是咯。如果天子和神兵賣斷了給大陸的，那賣斷了給大陸而已，那你香港還在出的嘛。是不是？你沒有理由個版權連香港都賣賣的嘛。對不對？沒有理由的。那你就做香港市場而已嘛。下個禮拜543不用說話，不行。你們就不要賣，就我們賣。
买完就我哋插，你哋就睇我哋插。点样五十分钟三点二啊？三比二。我曼联啊，输紧波啊。咁唔紧要啦，以后我哋星期六识做啦，唔好做，唔好讲嗰晚。唔系，其实我有个我自己咧有个谂法嘅，因我。有個諗法咧，即係喺呢個呢啲時間咧，就做直播咧，即係同啲網友咧就誒傾下波經啊咁嘅。不過唔知就即係一路睇住直播，即係大家一齊睇住直播，就係又開住直播咁樣傾，唔知大家即係中唔中意呢個形式咁樣咯。係啊，可以嘅，因為星期六你可以唔好預我。你不過你一定揾到只腳嘅，對波了解嘅。嗱，阿俊仔好簡單，為咗做呢個節目，佢今晚本身有波踢㗎，即係咧佢而家今時今日咧個個禮拜都。落場踢噶，呢啲真真正正咧，即係波牛嚟噶。係啊，即係真真正正咧，即係對足球啊，即係仲有種熱情喺度嘅。即係唔係話我哋唔係講，即係我哋捧港曼場鬧歸鬧，但係我哋堅持買嘅嚇，就係咁咯。啊！但係即係因為呢本五四三咧，就真係太服啦。咁去到呢一個位，我都仲叫你哋買嘅話咧。咁啊，即係害你哋嘅啫。唔係害你哋，即係自己諗啦。有啲覺得個黃玉郎七十歲人，仲要拋個身出嚟賣咁啊，咁啊幫佢揾翻啲奶粉錢。哎，我支持咗你五十年啦，咁哎都唔爭在啦嚇。仔細老婆亂啊，無謂一間搞到啊妻離子散就唔好啦。咁啊，哎$23我都支持你嘅，咁咪 OK 咯。即係我咁講啦，各色其色，我又唔會叫你氣輸。支持唔住啦。嚇，我又唔會叫你氣輸。咁我就係話啦。嚟到呢一度六期你都俾唔到个交代我哋，系嘛？仲要第六期系空白噶，系啊，冇剧情冇进度啊，冇意思嘅，唉，一系又攞翻出嚟。系啊，我都话啦，喂，睇本书嗱、啊，即系咧咩都有个价值啊。$2见面到啊，李嘉诚话噶嘛，你跌咗个$2，我俾$100，我执翻个$2啦，因为呢$100使。是有它的价值，连这$2跌了都是有价值的。但是原来买本龙虎门是有，但是即是两分钟的东西你可以看八个字，因为有专栏，但是看五四三、啊、大家的血汗钱、啊、大家明白，即是自己各色其色，是不是？黄玉郎如果再这样，不如真真正正刚才我讲，你不好像文化传讯那样，你不收就可以了。你咁多人帮过你画，系咪先？全盛时期玉皇朝出嘅书几多啊？中兴啦、啊，直头系咪先？系咪真系曾经令到漫画真正嘅百花齐放？唔系文传，即系玉郎漫画嘅时代，而系最切实嘅就系我哋讲嘅玉皇朝时代，有海洋，有天下，有冯志明嘅刀剑笑。吓、啊，仲有其他个个出嚟搏，仲有好多类型添、啊。系啊，所以我话净系打书噶喎、啊，嗰阵时系啊，有爱情诶、有爱情书，甚至喂许景心都帮你画过啊，咪同许景心喂，不如我啊诶超霸世纪，好超霸世纪系玉皇朝噶嘛，系冇错，系啊超霸世纪喂许景心，好睇啊，横掂佢都系拍李中兴噶啦，系咪先？佢系拍李中兴噶嘛，咁。咪搞掂咯！喂，你两个做翻，唔好咁麻烦，系咪啊？赤剑咪好睇咯，啊，做翻赤剑十三，吓咁咪得咯。喂，佢实肯噶、哦，版权喺你度，咁你卖，喂唔好多啊嗱。我当你一出，啊许景心，我当你6000书，当有捧场，系嘛？照卖翻$23，捧你场而家$25都有人俾嘅。如果唔系李鸿东冇得捞啦。咁我话你$25，咁你每本书你出一。即是每本书俾翻$2我咧，佢哋$12一期，一个月系咪啊？$48，系咪啊？$26000书，万二$48啦，一年执翻几十啦，咁点解唔试下啫？系咪啊？老王好过争人周身债，好似我咁啊嘛，系咪先？千声你嗰啲系嘛？所以我话啦，不如真系啦，如果系呢个世界唔到你嘅咁。就真系唔道理嘅，因为如果睇到第六期，你都仲叫人俾一个，仲要解释啊？喂，有啲人咧，就有好有唔好啦，因为人物太多，系咪啊？所以咧，唔系啊，最核突啦！佢喺后边仲要讲啊咩？开展一个大气磅礴嘅格局，大气你点？你讲咩嘢喺度？唔好玩我啦！咪道心咯，咪两个教咯。
系咪啊？你借出咗昊天教修罗会啊？修罗唔知修罗咩啦？我都系咪先？出咗都野府轩辕龙一班咁嘅人争个道心，又柬埔寨军方，又咩国安部乜乜春春，嗰啲闲嘅啫，冇啊。系咪啊？龙虎门就真系大啦，起码四大教主啊，大佬之战打咗个白旗啊，系咪啊？龙虎门呢先叫大啊嘛，系咪先？你一開始啊講咗啊，全世界有咩教咩教，有咩人教主係邊個，座下有乜啦？我知啦，咁你先係大啊嘛！你噏啫嘛，而家係咪先？正喺度賣關子，買六期仲喺度賣關子，唉，我唔知你想點。係咪啊？所以我許景真係情想行咪行唔起，話都野夫望住條女個波，唉，係咪先？係啊，揸落去啊嘛，淨係望一望，有咩意思啫？我唔知想點，係咪啊？咁樣可以升輸咩？你覺得？唔系啊，老翻街霸，老翻街霸唔紧要啊，系嘛？天下好睇嘅，即系天下好睇。天下第一步好睇，第一步、第二步半都 OK， 但系佢一出第四天咧，讲到人长生不老咧，同埋出咗嗰只四大圣兽系出咗暴龙咧，就我就顶唔顺啦。就是這裡了，所以呢其實呢天下呢我是沒有看大結局的，因為我很早棄了輸，一食大結局你有錢都沒得看啊，是啊，一食龍源我收檔我都不肯看，是不是你不得大結局怎麼會得，我說了我看到龍源長生不老，哎，收檔，多謝你，哎呀，你這樣一個這樣的人物可以長生，還要吃一粒不夠，吃夠兩粒，是啊，是不是吃兩粒不夠，吃夠三粒玩不好了，什麼練功而已，练个啰柚啊，食龙源咪得咯。其实有嘅，你话有冇咁多人做出版，有钱赚，边个都嚟，甚至有新人入行，因为最重要系有钱赚，因为出漫画嘅成本唔等于乜嘢啊？唔等于拍电影啊，电影。拍一套電影過一個，你冇一千零兩千萬是拍不到的，是吧？而要養很多人，但是如果你真的漫畫的，今時今日在香港有些做，即是叫做設計啊，或者做美術學院出來啊，你找那些人去做，是不是啊？現在的技術全部用電腦可以做得到的，那你成本低一點你做，你買一個 IP， 還有你做了这个 IP， 即使说黄玉郎他收得你很便宜的所谓的叫做版权费，但是你做红了或者你有巧的话，跟着他将这些卖给大陆或者去其他地方，他一样值钱，跟着卖版权电影各样。不是，这个有创意，玉儿传加些真人写真集，不如出个龙虎门的女的写真集在这里。系嘛？喂，可能仲好卖喎，全部啊着三点色，话马小玲着三点色，话好睇啊，系咪先？吓，玉儿啊、小菊啊、小佩啊，哇，全部吓着睡衣出嚟。其实开个睡衣 party。其实好简单啫嘛，我对牛佬个扑街有戒心，其实冇所谓啊，好睇唔好睇啫嘛，好睇未必支持咯。你有咩戒心啫？佢唔好睇，你又搣输噶啦，系咪啊？仲特登啊拍段片你俾我。跟住咧，我喺度播嗱，牛佬啊，有人搣书啊，你睇你几劲啊，系咪啊？哇，同咬啊呢个谭咏麟一样啊，嗰啲点啊？喂，牛佬，你睇唔睇到啊？佢搣书，洗下佢啊嘛。咩啊？牛佬话我出咗几千本，你搣咗一本啫，系咪？都得你一个啫，咁讲喎。啊，节目做到呢一度啦，即系咧，希望大家 like、追踪、share、订阅、科金、睇广告。当支持啦，即系港漫节目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四再见啦。而咧，我谂住咧就讲火舞，咁啊继续讲龙虎门，跟住咧就讲山海啦。因为咧好少人讲山海，咁有啲话唔好睇，有啲话好睇。咁当然啦，山海睇个封面赢晒噶啦，整个封面都唔止值23蚊啊。系啊，你睇下龙虎543。是不是啊？个造型呢，即当然画得靓啦，但是实际上个封面的设计跟山海自己去书档你望一望啊，四本书啊，龙虎门呢，佢啲摆位各样嘢呢就有心机嘅。
咁但係呢，如果真真正正呢，你睇到嗰个功力，畫工啊，畫工功力呢，你望到阿龙哥，即係呢山海阿杰多呢啲呢，你冇输㗎啦。甚至当然啦，你做个封面好靓都啦，都要你本身嘅人。如果你讲简单嘅阿修罗，係咪好简单俾你睇到三眼，或者娱乐神，即係咩啦，咁你就会有分别啊，係咪，即係呢彩嘅色彩好丰富囉。而真真正正呢睇专栏呢，山海睇阿龙哥呢啲生活点滴呢，其实好好睇。最近呢仲出咗本呢，即係佢嗰啲嘅专栏嘅书啦，喺佢个净系夹自己噶啦，喺专栏度话自己点样踩屎啊，俾人呃啊，乜乜系啊，赌钱啊，模型啊，点样高追低入啊？其实我咧买本书咧，好多专栏我唔睇嘅，但系咧，即系咧龙哥啲真系要睇嘅。而最重要嘅有本书嗱，买广告啊，利兹达成法国罗浮宫系列禅宫事变。而家已經書有得賣噶啦，亦都可以去書展嘅1A28，咁咧就幫襯阿利智達。利智達咧，佢畫嘅嘢，你話佢算唔算港漫？咁始終香港人畫啦。利智達啲嘢係真係得嘅嚇。由我嗰陣時咧，黑俠開始追啦，跟住就利智達，跟住就畫呢個六四啦，六四畫冊啦，將好多相咧就變成咗六四講古仔啦。嗰陣時我都有買，而利智達今日咧再出翻書，咁如果真係支持嘅，咁啊希望啦，好有心嘅。如果你話咧同法國羅浮宮合作，香港畫家，我相信佢畫嘅嘢有料過李自清啦。啊、我今晚咧就唔係好有火，就只不過係我睇咗六期，我係咁叫你哋買五四三，買多幾期咧，就係我覺得係誤導咗你哋，咁所以就即係講咗啲粗口啫。就我今晚就唔好有火，我覺得即係欠咗你哋啊！我成日叫，哎，睇多幾期啦，梅有龍應該唔係咁 gap 嘅，原來真係就咁 gap。咁一幅龙就唔係淨係賣封面嘅，你唔可以咁样讲嘅。你咁讲唔啱，真係唔啱。即係龙哥呢啲画工好劲啊，即係到今时今日呢，即係佢係佢认第一，冇有人认。有啲人同我讲，你话和仔就睇古仔，但係和仔即係有即係有啲行内人话啦，如果即係阿贾啦，勾头啦，佢话呢行内呢佢算好勁啊，好好犀利噶啦！咁但系我自己唔覺咯，啲面相唔得咯，阿假。但系只不過話佢有啲飄忽啊，同埋咧佢啲動作啦，包括阿和仔啦，啲手成日都咁嘅，嚇、啊、抽筋啊！我哋阿媽好睇，好睇啊！你睇下佢嗰啲咁嘅動靜係咪啊？係咪啊？如果《西行記》嘅孙悟空唔讲古仔，拍起龙哥嘅大圣王争几班啦、啊！大家自己翻去望下，攞本大圣王睇下。净系佢手上嗰把七变啊！系啊，系嘛？你真系谂，真系竟然系如意棒可以变到呢啲出嚟喎、啊，大佬。只不过话一个讲古仔嘅能力，所以我你留意啊，我做咗咁耐港漫节目，从来冇话阿和仔佢嗰手画或者佢哋嗰啲嘢得嘅。其实而家龙虎门五四三呢两本啊，甚至冇咯，跟住到阿修罗咯，咁啊冇办法啦。唔系，如果你讲画工咧，龙虎五四三咧，即个质素咧。是有在度嘅，系咪啊？但系你入边嘅内容系唔掂啊？你明唔明啊？明啊！我哋睇本书好唔好睇？你可以好粗糙嘅，譬如嗰套电影好低成本，但佢好睇，系嘛？好似一拳超人原作版咁样，系嘛？喂，乱差到不得了啦！点解网上面几百万点击？我估山海啦，龙少本书啦，应该卖到八九千嘅。唔係佢圍唔到啦，當然佢有人承包咗嘅，一個版權唔係佢，即係佢打工。新龍銷售幾多書啊？我諗新龍如果俾多兩期佢，佢可以賣到兩萬。但我個人估計啊，新龍我諗今期應該萬五左右啦，最多萬八，最多。
系啦，我估佢咁样做落去咧，会卖到两万吓，只要佢唔跌就得噶啦。过多几期，啲人慢慢翻嚟嘅，系咪啊？即系好似抌个西瓜落海啫，哎，翻嚟咯，一样，全部都翻嚟，系啊，就系咁咯，唔系喊惊噶。睇龙哥除咗睇画面、睇场景之外，睇画工之外，睇佢啲剧情好慢。是很慢的，但是现在开始呢进入高潮了，因为呢可能他包了个期数的，现在呢山海呢开始进入高潮了，要因为呢、就是、主角勾切啦，他已经成了大器大人，而有他自己那把神兵，开始、就是炎帝亦都汇合埋另外嗰两个奸角，正义联盟，组正义联盟，咁呢个呢就已经是最后尾的组合，亦都不会有新人的了，即是说要来到这里已经是到后期了，因为没什么新人物加入，而二兽的东西已经写尽了，到最后就是这班人怎样砌怎样砌，跟着 救回于青、就来一场大战完的，所以呢山海、真的的，如果、现在买都唔迟嘅，唔一定要追翻。咁但系咧，你而家睇慢慢投入翻佢咧，系值咁多钱嘅。即系如果你讲平均质素，就山海系最高噶啦。即系喺而家港漫入面咁多本入边，即系如果讲画工嘅，咁《龙虎五四三》可能比《亚修罗》好添。咁吓，但系有阵时睇唔睇得落去，即系唔一定净系你画得靓，但个姿势好睇，咁啲人就会买咯。咁其实好简单啫嘛，你有啲人。中意網上版，咪睇網上版咯。而家好睇好多網上版咧，都要俾錢嘅。咁只不過話你支持佢，唔好睇翻版咯。你真真正正咧，即係俾錢，咁可能平啲啦。去睇即係網上睇港漫都得嘅。咁但係咧，始終都有啲質感啦。你繼續買港漫，嗰、那個報紙檔先有生存。而家你講你而家啲報紙檔啲報紙。全部都71 OK 有得賣，有幾多雜誌啫？真真正正仲有銷量養到個報紙檔就係港漫啫嘛。我講認真噶，啱唔啱啊？山海好睇喎，得89,000。佢創刊號嗰期都係得13,000左右啫嘛。山海係啊，創刊啊，跟住又出咗100-200期，跌2-3,000書，差唔多噶啦。不算少的了，即不算多的了，是这么上下的了，这数字。是不是？所以呢龙哥呢成日都叫喂帮手，尤其呢在反送中的时候呢很多报纸档开不到啊。啊重创得很紧要。那你说啲人弃了书再买不买回就另外一件事咯。顶不上福龙故事太拖。拖完了不拖的了，来了的了，买得的了现在。是啊。即之前拖得劲得滞，那不买是很合理的。那但是他入了狱的了现在。我覺得543靚，543你講個質素啊嘛，係嘛，係唔差噶，因為佢班人係有料噶嘛，只不過係度故事嗰個冇料啫嘛。係啊，即係你我都話啦，不如放手俾阿斌強自己搞啦，重新嚟過啦，你冇乜啊？係嘛，斌強都唔得啊。咁阿邊個啊？啊，所以我話啦，你胡家寶唔得啦，就淨係俾斌強啊。啊，咁你叫斌强自己谂掂佢咪得咯，系咪啊？冇必要嘅，我都话啦，其实度古仔好多人嘅，你出得啲钱，你而家你无线一个编剧仔啊，吓喺度嗰啲啊10,000+啫嘛，搵个翻嚟编嚟同你度，啊咁佢分分钟当一份兼职做嘅，佢肯同你做啦，几千蚊，系嘛？唔系噶，你10,000请佢翻嚟，系咁同你出桥咯。系啊，嗱，你咩都唔使做。你坐喺度9-6，净系同我度桥，度桥同度桥。喂，可能间唔中有一条桥，你 buy 咗，你用咗就搞掂咗咧。系啊，所以我都话啦，卖啦吓。但系当然啦，好似马明成就大鸡唔使细米啦，甚至马明成唔会再画噶啦，唔会再画，甚至连嗰啲咁嘅所谓嘅版权都唔俾你啊吓，我都揾够咯，咪咯。費事益你，其實我賣版權俾你，即係大熱你賺錢，益你賺錢。係啊，喺佢邏輯入邊，骨罅都赤埋。係咪？你賺咗錢，就等於我蝕咗錢啊！你明唔明啊？所以我情願唔賺呢個錢
係咪啊？咁啊另計啦。其實咧，以有個人咧對錢好敏感嘅，又好大方嘅咧，嗰、那個叫肥良啦，揸住武神同海虎放啦，係咪啊？其實如果你同阿，我相信佢同阿賈唔會有問題嘅。同阿和仔冇問題，咁同袁家寶更冇問題。袁家寶本身就已經之前同你話好多嘅書，不如你淨係出海人二號啊嘛，你直頭出咗佢，好似鳳凰武神都係佢都係佢哋畫噶嘛，直頭俾咗即係咧平平地啦，收翻多少，咁你咪直頭俾咗佢，等佢哋再重新嚟過咯。出個武神黑豹咁啊，哇！黑豹唔得喎。唔係黑豹武神，係有黑豹武神。武神嘅黑豹，係啦，唔係黑豹列轉個黑豹。係啦，咁你，咁咪有，咁咪有數圍咯。係啦，咁咪有數圍，咁咪俾阿和仔同埋阿李仲豪畫咯。你而家仲有噶，周勝都仲喺度噶嘛？係嘛？周勝仲喺香港噶，咁昂南都喺度噶，昂南手嘢都得噶，不過咧就搞笑啲咯。是咪先？你咪揾呢堆人咯，佢哋好後生啫嘛。我諗50歲未有啊，同阿肥良都爭唔到幾多。咁你哋未令到好多人，我入行，我出本書唔知有冇人睇，但係呢一個係一個經典嘅，我咪揸住個經典去搏咯，係咪啊？最緊咁好似 Marvel 咁啫嘛，咁多個是但出一個都賣噶，黑豹都賣到不得了啦，係咪先？黑豹邊個識黑豹啊？冇人識黑豹。係啊，咪撞咯、啊！你撞到一個，喂，始終到最後尾都係你噶嘛。如果佢得咗嘅，咁你咪加價咯，係咪先？好簡單啫嘛，幾多期？如果得嘅。再續，我續俾你啦，咁你咪再加呢個版權費咯，係咪啊？你令到香港咧做港漫，同埋有啲甚至啦睇港漫啊，或者佢唔係做主筆嘅，佢本身喺美術學院啊，或者好多呢啲咁嘅人咧，佢本身做電腦OK 嘅，喂佢試下，佢哋揸佢哋嘅成本嚟同你搏，係咪先？你外判咗俾佢，佢諗得掂啦。是吗？反而港漫仲有条出路，而唔系净系睇香港市场，冇得睇大陆市场，有马来西亚，有新加坡，有台湾，你得嘅话，个韩国、日本都得啊，系咪啊？冇分国界，即系我哋香港未又睇日漫，而家韩漫香港都睇噶，系咯，系啊，咁你大陆漫漫香港未又睇，而家系冇分噶啦嘛，系咪啊？真系节目做到呢一度啦，同大家讲声，好啦，拜拜。哎呦。